我把这句话放在这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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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把这句话放在这
这个游戏啊，干嘛？跟你商量个事儿。我们换下座位吧。我干嘛跟你换位置啊？哎，你看那边，全是连内网打游戏的，我这一上网查了资料，他们都得掉线啊。真的假的？啊，那你干嘛坐那边啊？刚才不是没座位吗？而且那边网特别快。哎呀，快点，别墨迹了。行行行，换。 同学，咱们是不是在哪见过呀？我看你有点眼熟。朋友，21世纪了，能换句台词吗？想要我的联系方式你就直说，看在你给我换座位的份上 ，QQ 号可以给你。大姐，你别自恋了行吗？谁要你 QQ 喂，网吧呢？你忘带宿舍钥匙了？好吧，那你等我，我一会儿到。嘿，哥们儿。 在哪儿啊？喂。怎么了？感冒了。发烧了吗？那你吃药了吗？没。是傻吗？生病了不吃药啊？我现在没有力气跟你吵。等着。 阿姨，我上去送个东西，马上就下来。不行，你哪个学院的？那阿姨，您能帮我把这个送给二幺八的苏灿灿吗？他生病了。把你的学生证拿出来看看。蓝天野。 老板，来份豆花。老板，来份豆花。是你？这豆花可是最后一碗了。我要咸的。我要咸的。我先来的。我先给钱的。老板，先来后到，豆花是不是应该先给我？应该给你。哎呦，做错了，今晚都是咸的了。老板，我要咸的，给我。拜拜。
徐美丽好像跟我说过，只有条小路。徐美丽，跟我来。 徐美丽怎么会知道我们学校有一条小路啊？她和我说，就要路叫宝岩路。这就是宝岩路。不过她说这儿最近出了人命。阿泽，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？什么声音啊？谁在那里？整天不好好学习，净想着那种事儿。老师，其实我们……这位男同学。 我看你也长得挺帅的，怎么内心会这么龌龊啊？大晚上的宿舍门早就关了，你说你们俩跑这小树林里干什么来了？老师，还有你，这个女孩子要懂得爱惜自己，知道吗？小小年纪不学好，你们俩要是搞出人命来，我看你怎么办？什么人命？ 周老师，没吓到你吧？怎么这么晚还没睡啊？出来倒杯水喝。坐吧。谢谢。 老师怎么也没睡啊？新闻上说今天晚上有狮子座的流星雨，所以等着看一看。狮子座对老师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吗？有一个朋友是狮子座。是一个什么样的朋友呢？一个很特别的朋友。 今天聚会，上去。这是什么？给你的。给我的？嗯。什么东西啊？拆开看不就知道了？我也是提示吧。做梦吧。喂。 怎么是你？我还想问，怎么哪儿都有你啊？我在这儿，你管我呢？谁管你了？你能不要老出现在我面前？哎，你能不能不要老自作多情？那你能不能不要老是跟美女搭讪呀？美女，你什么你？阿姨，啊，你都不……阿姨，这名字真适合你，婆婆妈妈。哎，你什么你？舌头捋顺了再来找美女搭讪吧。好了，你别吵了。 唐千艺，这是我室友陶千艺，这是我高中同学徐美。你们喝点什么饮料？可乐。百事。要可口。听我的，我们店还送饭后甜点，有双皮奶，还有布丁，你们需要什么？双皮奶。要红豆的。要绿豆的。我感觉你像我认识的一个朋友。我说。 你搭讪能不能不要这么老套？但人家比你可爱多了，灿灿。
我先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的表姐陶雅婷。你好，我是唐新义。你好。不是嫌疑人，请非奸即盗。管你什么事儿？哎，阿泽。